简直那个吓死我！书记，你看看今天什么时候有空，接受一下采访。那个再问一下书记，今天这个是什么情况呢？或者这样吧，书记，那个别跑啊，书记别跑，来问问题，书记他跑了，问问题，书记他跑了。那我问你问题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，我问你问题。那个问题，来你找一个人来采访，来问问题。你等一下，你找一个人来回答我们的相关问题。全是全程直播了，现在。你找一个人来回答我们问题。过来帮我拍下来。等等姐，过来拍下来。对。我问你问题呢。我这种刁猛啊。我问你问题呢。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？你是书记，我们街道的居委的书记，不回答我们问题，居然说为什么我问他问题，太搞笑了。我都是合理合法的在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。我现在在问他问题，第一个，我们131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看，没回答。第二个。对吧？一直回避我的问题。